翻到 year 未畢業之前，好多大學同學都已經穩定工啦。但係我就貪玩少少，想喺畢業之後去一個長旅行仔先。出到嚟做嘢就未必咁有閒情日子去玩啦。其實我都係玩咗一個月左右啫。翻到嚟香港同啲大學同學 reunion 下，發現佢哋大部分都係做文職，翻朝九晚，好似好冇挑戰性咁。嗰時我心諗，哇，有冇第二個 choice 㗎？咁後生就做啲咁規律性嘅工，好似悶咗啲噃。於是第二日我就得起心肝上網揾工，睇下有啲咩工啱自己咯。跟住我就見到保誠保險嘅招聘廣告。其實坦白講，我都猶豫過㗎，但又好好奇點解會有啲人做得咁成功嘅呢？於是我就 send 咗份履歷俾佢哋，跟住第二日我就收到電話啦。佢哋真係好有效率，同埋交代得非常之詳細。我未上去見工，佢哋喺我心目中嘅 first impression 已經贏曬。